原标题：秦国后期的一员大将灭楚失败后，秦始皇仍旧重用他。在战国七雄中，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名将辈出，比如白起、司马错、屠李吉等将领，就在秦王嬴政之前南征北战，为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等到秦王嬴政即位后，手下不仅有王翦等老将，也有李信等比较年轻的将领。就李信这位秦国后期的大将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李信率领200,000秦军攻打楚国，结果被楚国名将项燕击败。在这之后，王翦这位老将出马，带着600,000大军，才终于消灭了楚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李信灭楚失败后，秦王嬴政不仅没有惩处他，反而继续重用他，也即让李信继续率领秦国大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一，首先根据史记、战国策等史料的记载，李信生卒年不详，字有成，怀里今陕西咸阳兴平东人。李信年轻的时候因为勇猛强壮，所以成为秦始皇非常信任的年轻将领之一。公元前228年，秦国已经消灭了韩国，在此基础上，王翦率领数十万大军来进攻赵国，而李信也登上战场，兵太原、云中与王翦军队共同包围赵军，并一举攻破赵国都城。由此，在消灭赵国上，李信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公元前227年，在荆轲刺秦失败后，秦始皇自然非常愤怒，于是让王翦率领大军攻打燕国。二，到了公元前226年，李信率领的先锋部队迫使燕太子丹逃入燕都蓟城，固执在今北京市坚守。等到王翦的大军来到燕国后，燕王喜和燕太子丹退保辽东。在王翦、李信等人的步步紧逼下，燕王喜派人斩杀燕太子丹，并将其首级献给秦国。不过对于李信来说，却没有放松进攻燕国的节奏，而这无疑加深了秦始皇对于李信的信任。在协助王翦消灭赵国、攻打燕国的基础上，李信获得了一个独自统帅大军消灭楚国的机会。在秦始皇征询消灭楚国的会议上，王翦表示要600,000大军才行，而李信则只要200,000大军就能消灭楚国。三，公元前225年，秦始皇嬴政让李信率领200,000大军进攻楚国。不过在伐楚之战中，李信的率领大军遭遇了楚国大将项燕的追击。对于楚国大将项燕跟踪追击李信军队，连续3天3夜不曾停息，结果大败李信的部队，攻入2个军营，杀死7名都尉。由此，对于李信来说，伐楚之战中吃到了惨重的败仗。不过在李信败退后，秦始皇虽然非常愤怒，却没有怎么惩处李信。在此基础上，秦始皇嬴政将600,000大军交给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王翦，后者不仅斩杀了楚国名将项燕，还重创了楚国主力。公元前223年，王翦等人率军消灭楚国。四，最后针对灭楚失败的李信，秦始皇依然予以重用。公元前222年，秦始皇让李信跟随王奔攻取辽东，俘虏燕王喜，燕国灭亡。除了消灭燕国，在公元221年，李信还和王翦之子王奔率军从燕国向南进攻齐国。此战李信、王奔率领秦国大军攻入齐国都城临淄，顺利消灭了齐国。总的来说，对于李信这位将领，虽然伐楚失败，但是因为之前所立下的战功，加上自己仅率领200,000的兵力，所以李信失败后，秦始皇并没有惩处李信。考虑到李信的能力，
在秦灭六国的后续战争中，秦始皇依然重用李信，这也是让李信将功补过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留下你的观点，让我们一起讨论。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情怀历史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